的教室。我们穿越了。没错，只有体验过以前上学的艰苦，才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。我这都是为了要你们好好学习。可是这个长老峰没法学习啊。我头顶还漏雨呢。这三条腿的椅子怎么坐啊？嘿嘿，就是要这种效果。老师说过，不能改变环境，就要适应环境。这也可以。看样子得出绝招了。这里中午可没人做饭给你们吃哦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来野餐吧。快去给大家挖野菜。我给大家摘果子。我已经生好火了，做饭就交给我吧。这群孩子适应能力也太强了吧。我就不信晚上你们还能受得了。同学们，这就是30年前的宿舍。好亮啊，上面还可以看星星。你们别太离谱。老师，你读书的时候还有野兽啊。知道你们现在读书有多幸福了吧。